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看，我没了个点子成。没这个成干什么？咱家也用不到。怎么用不到呀？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点子成可不一般呀，这次得语音的，智能的，哎，这次把东西放上去，他就能知道是哪里的，而且还知道价格呢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嗯。这样吧，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呢，你送我一个苹果手机，看一下啊。哎，不去。哎。山寨苹果手机，价值300元。好啊，你信吗？这个苹果手机竟然是山寨版的，才300块钱，你信啊你？媳妇儿，他肯定是这个成他报错了，要不你得换一个试试。行，这个吧。咱们结婚的时候，你说花了10000多给我买的，称一下。不是，不锈钢铁圈，价值15元。又是山寨的，才15块钱，啊，都是假的。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媳妇儿，这肯定是这秤有问题啊。肯定是成有问题，你得换个，嫂子。这样，就一本书，称一下。价值538元的小说一本，内有私房钱300元。200。你这什么破秤呀？我啊，300块钱，你今天敢背着我藏私房钱了是吧？啊，找人本事了你！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这秤肯定有问题，这秤绝对是有问题呀！公猪蹄子价值35元，戒指一枚，价值68000元。你行啊你啊，手机300，戒指15，啊，你给你自己没戒指，今天花了68你啊，啊你行啊你啊。媳妇儿，我去取货去了啊。你给我站住！停下！给我站住！停下！爸。爸，
王大，大，一会儿爸送你的时候悠着点，免得吵着邻居。太累呀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上车吧。哎，好好。我说你干啥呢？书怎么还放后边去了？我要给你上幼儿园看。啊？哦，教练，我这不是没开过车吗？嗯，上车第一步先系安全带。真笨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，吓老子一跳。这就叫系安全带啊。你这五花大绑的，你这要准备自杀呀？那倒不能。把那个袋儿，这个，看见没有？系在下边的卡扣里。插进去。把这个溜过去。好嘞，爷爷。这么笨呀！我的天！切！好尴尬呀！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爷爷。大伙儿走。哦。你干啥？大活儿，大车的活儿，点活儿，启动车。好，谢谢。启动车走。不好意思。走。打方向盘，走。打方向盘。嗯。哦。哎呦我去！不是你。说的脑子有病呀！打方向盘吗？打方向盘让你这么转方向盘，不是打他。笨死了！我发现全世界说你最笨了，笨得跟个猪一样的嘛。不是教练，我这不都不会开车吗？我也会开车，我要你干什么？到时候一下车，你觉得你随你，随是你。哎呀，那你厉害的啊！你还敢骂教练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交钱了，我乐意骂。哎，我看你就是小时候缺钙，长大了缺爱，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。还是我缺钙，长大了缺爱，还是我不疼。你跑这儿来找存在感了你？哎呦我的妈！行啊，你这学员啊，我不教了呢，谁也教你谁教你？什么意思？切！爱教不教，不教拉倒，我自己教。加油！